说也行，你休息几天，等德瑞克好一点，我们就一起回法国，好吗？你想跟我说什么，叶兰？我知道你很善良，但是近期发生的事情对于你来说确实有点残忍了。你想不通，有些偏激这没什么，大家都能理解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只要我变成冤姐，陆川就回到我的身边了，我们还可以回到一起，跟他结婚生小孩。我叶娜，你不能，是我们的错，我和德瑞克的错。我们以为一个谎言能够保护你不受伤害，但是谎言就是谎言，它并不能带来快乐和幸福。我们也很煎熬的，天天活在欺骗当中，甚至连自己都骗。每当看见你的时候，无时无刻不在挣扎。可是这一切都是你们给我的呀，怎么能只能给我一半呢？我只要陆晨回来，没有他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做不到。他说他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，不可能跟你在一起。你混蛋，就是要救过你的命，知道吗？不管啊，你用什么方法去赢得叶朗的原谅，明天把婚结了。沈岩是吗？好，我们谁都别想好过。给你看样东西。你骗我，不可能。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很爱他是吧？你应该为他感到高兴。他说他拿到检测通知，就好像是从老天那里拿到了判决书。他知道自己受到了惩罚，但他很高兴，他终于可以做回叶奇雷了。放下吧，叶娜，你还有我，有你父亲，我们都很爱你，我们没有你同样也不能活。一起回法国好不好？重新开始。这是德瑞克晕倒之前给你写的信。
叶娜，爸爸错了，但是请你相信，爸爸所做的一切真的是因为爱你。当年陆振出事后，看着你的绝望，我才意识到陆振在你的心里甚至超越了你自己的生命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爸爸只深爱过两个女人，一个是你的母亲，另一个就是你。你母亲早早地离开了我们，当初如果不是因为还有你在，爸爸的人生早就在你母亲离去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亡了。所以看到你为陆准伤心绝望时，爸爸真是太了解你对陆准那种强烈的感情。爸爸是真的害怕，害怕会失去你这个女儿，所以才想出让人代替陆准的这个办法。可是刚才看到你那么激动痛苦的样子，爸爸才意识到，一直以来我都以爱的名义对你过度的保护，反而给你造成了更大的伤害。也得原谅爸爸，不管你有多么怨恨爸爸都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为难自己，伤害自己。爸爸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你能开心幸福。